浑浊的空气惊扰了大地，让许多人受惊，不安与委屈，来不及喘息。暂时的隔离就当作关闭，让心灵能反省，不便于危机，要正念进行去接应。我感觉所有的你，面对困难要处变不惊，四周并肩，我们一起感受生命真正的意义，一起散播智慧和勇气。我感觉所有的你，面对挑战要能尽宽心，此时此刻我们要团结一条心，不畏惧不放弃，彼此鼓励让信心凝聚，世界会更美丽。暂时的隔离就当作关闭，让心灵能反省，不便于危机，要正念进行去接应。我感觉所有的你，面对困难要处变不惊，携手并肩我们一起感受生命真正的意义，一起散播智慧和勇气。我感觉所有的你，面对挑战要冷静宽心，此时此刻我们要团结一条心，不畏惧不放弃，彼此鼓励让信心凝聚，世界会更美丽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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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，祈求您接受我至诚的祈愿。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，祈求您接受我至诚的祈愿，世界会更美。